也是提了两个问题啊，第一个，我不便于去评论说谁是在做事，谁没有在做事，只是在作秀。但是给人民一个非常明确的感觉是，我们的政策，一方面要周延，不是想到哪里就做到哪里，讲到哪里做到哪里，我们是要很明确的告诉人民，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国光。我如果不做的话，是什么原因？你要很完整，我的替代方案什么？我们现在就是东打一耙，西打一耙，对过去的事情没有很完全的一个交代。再包括您刚刚讲，那过不久嘛，你立刻就要兑现嘛。我们讲我们的航空城，航空城是空的，有现在航空有东西吗？没有。这不需要研考会。来嘛，任何人，你们现在到航空城去看看，到底有些什么？我没有意思在批评谁做了什么，不做什么，我只是觉得台湾有很多问题是个延续的。大陆上，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大陆，大陆上现在最盛行讲三句话，叫做与时俱进。嗯，你就问，这时代在变啊，有很多的事情不能够再固步自封，因为共产党以前给人家一个印象。很教条，是吧？一板一眼，说他才是正宗的共产主义，其他都修正主义，如何如何？他现在讲我们要与时俱进，时代变了以后，过去可以这样做，现在不行了，你要改变。这是大陆上第二个，大陆上很喜欢讲的，现在很流行的叫做要有科学观。以前蛮干，毛泽东的时候啊。要大炼钢，把你家的门栓子都给他扒过去，就叫大炼钢。他说不行不行，现在要来科学观。第三个，大陆上现在很想要和谐社会，他以前呢都是斗争，你斗我，我斗你，是不是？那现在倒过来，你看倒过来，好像他们好像有点改变，我们现在变成跟他一样在教条化，我们斗得比他还凶，是不是？我们不要蓝绿斗，蓝军里面也在斗，绿军里面也在斗，每天大家斗。斗嘴还不算，但是你把事情也没做好。嗯，我现在随便讲一个与时俱进的话，希望你们忍耐听我一句话。最近关于这个特资费的问题啊，我问了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啊，那个特别费啊怎么会来的？您倒是不晓得吧？他们太年轻了。你晓不晓得我们现在的部长的待遇，跟立法委员的待遇是一样的？差不多。对。晓得吧？对，没错。我看很多问的很多的，一般的老百姓不晓得。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你看，考试委员、立法委员，这个部长、行政院，就行政院大家不晓得，他不叫做他的真正的名字，不叫国防部长，叫做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国防部长，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外交部长，所以他的真正是一个合一制的，跟立法院一样。早期刚刚来台湾，从大陆来台湾的时候，那些老立法委员，为什么我们同样都是委员，为什么你的薪水会比我高啊？那时候还不得不好好的想想办法。不要忘了，从大陆上失败以后，真正维护那个法统的是靠这些立法委员，因为他们都不支持共产党，是支持我们先总统蒋公到了台湾，是靠这些法统。所以部长的待遇跟立法委员一模一样，但是部长确实有很多事情，所以就给他特别有一个叫特别费，他也有其他的开销，从这样开始。但是当年有当年的问题，当年有当年的顾虑，那你现在要把它改掉，你要告诉大家全盘到底是怎么样的事情，蓝绿都要负责。我跟阿扁选台北市市长，我选台湾省的省长，你还记得吗？阿扁的政见，把所有的台北市的里长，四万发什么？加了4万5。4万5。对。弄得我台湾省很惨了，对，台湾省的村长、里长都没有啊，所以我当选之后，我的民政厅长说，台北市每个人都有4万5那个里长，那我这个6000多个怎么办？
其实省政府不要花钱，为什么？只要我核定，就要由县市政府自己去筹，他哪有钱？哦，你请客要他出钱，所以我就当时就跟我的民政厅长，跟我相关的财政厅长一起商量，决定台北市有这个钱，他才不过449个里，我是6600多个里，这个村，那就好了，我们减半，我们也给全额补助，由省政府出钱。嗯，那就我核定我就要出钱了。那你的钱哪里？怎么筹？我就是从我们的财源里面去调配嘛。这就是我刚刚讲嘛，既然我们要做的是你就要去调你的资源了。好，这个调源当然就会排挤其他。有，但是我做的情况，有一天啊，李总统那时候他就问我，他说：“哎，为什么我也做过台湾省主席，你没有增加预算，你也没有去加，为什么你可以做很多事情？”我说：“报告总统，我每一年的预算都用得干干净净。”为什么原因？就是有额外的钱，我一定把它用。我举两个例子给你听。第一个例子，台南县的县长陈唐山向我建议，他希望从盐水做一条桥到对面的水上，让台南的乡亲只要20分钟就可以搭飞机。那时候不像现在，但是需要2亿补助给他。我去勘察，我找同事商量，学该可以做，做了以后啊，他当年啊，台南的部分土地征收可以征收好了，但是嘉义的部分没有征收，我就派了我的研考会去跟他夏主委去跟他报告，说对不起，今年你的桥不能开工，我钱要收回，别的地方已经啊，已经土地都取得了，先要去做那个，明年。我不但还补给你，我还协助你跟李亚锦嘉义县的县长去共同协调。第二年我们也达成了，就我每年的科目里面全部把钱啊用得干干净净，每年都有结余款。什么叫结余款？招标1000万的工程，800万招标出去，打折，还有剩余。你看我们全省这么大的，我们一年可以将近这个全部的总预算加起来将近有上兆啊，那这个结余款都是几百亿，那怎么办？要不要缴库？不要。同样的科目，把历年来6000多个村里民大会的记录重新找出来，就该要去做的修水沟、修电话就相关的，去一一的访视。你不晓得这村里长，台湾省的村里长，都是非常本土的。听到我们省政府一个一个去查了，还穿起西装来做简报啊。